要紧是讲诚信。当然了，哎，做人，哎，做生意，谁要讲诚信啊？是呀，但是上两天我去买房子哦，买了一包去。啥个哎哟？买房子是开心事体，哪能我要得买出一包去呢？不是，现在外头广告太多呀。啊，侬譬如我广告上搞临近徐家汇，可是这个房子基本上进了名堂。假使讲这个小区配套花园，啥个花园了？一塌瓜子一只亭子两棵树了。广告上搞步行五分钟好到市中心，可是这个五分钟基本上要刘翔破世界纪录速度才好达到。不然你吃不起啊。随便讲的天花乱坠啊！我总归凭我的直接观来看问题，对吧？搿不可能好吧？今朝侬算来买房子的，看侬上当伐？我不会上当的。哎呦，先生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山不好。哎，欢迎你光临阿拉这个冰淇淋公寓。哎，那叫冰淇淋公寓啊？哎，是。跟我蓝天是进去勿算动作的，先生，侬勿晓得，阿拉个公寓啦，名字我落个啦，夏天叫冰淇淋公寓。到了冬天阿拉叫红山鱼公寓，我那哎，秋天好叫大闸蟹公寓啊！哎呀，先生，侬这个创意交关好，一袋菜呢阿拉重金重价，好吧？胃口倒没。来来，先生，那这是我张名片。姓江，对对对，叫得好，哎，讲得好，哎，讲得好，讲得好，讲得好没用的呀。其实只要看侬质量。先生，侬这个人交关实惠，讲得好没用噻。哎，只要是皮。看不中侬房子不卖不要紧啊！阿拉买卖不成行意财，好吧？先生来听听。哎，慢慢去，奶奶。我先问问先生，哎，那此地房子几钿一个平方米？一万五一个平方，便宜吧？一万五千块一个平方。市中心，对吧？不是，上千是要拿两三万一个平方。当然了，那个更便宜了。最近房价稍微有点跌了。我他的便宜。哎，当然了哈。哎，先生来看看吧，来，价钿侬满意个？零杠零杠零杠。那一楼呢？啊，两房一厅，100/100室，两只房间，一只14，一只16。啊，厨房是6，卫生是7，一只厅是24.3，外头只花园哦，13.8，这花园就怪好。你可以种种花，样样鸟，放只金银缸，陶冶情操。各个腿伸伸腰啊，锻炼身体，延年益寿啊！我讲先生，第一轮是直接接触地气，所谓是脚踏实地，身体健康，最近走出交关便道。先生，侬看哪能啊？好，一楼好吧？好是蛮好，哎，不过那此地是高层啊，高层一楼高层，哎，哦，我高层的房子不卖，哎，卖那低楼啊，跟我不会得去买平房，哎，对，先生，侬跟你老句啊，低楼不灵的。买低楼的人才13点了，哎，一楼有啥好呢？侬想呀，侬自家进出便当，人家进出也便当，对不啦？中国不精神的啦，跟你街上吓出神经病出来了，对不啦？再讲了，哎，低楼呢，蚊子又多，搿楼浪向每一天人家垃圾倒下来，侬烧垃圾也来不及。我吃不消。低楼不灵的，侬老去，阿拉到二楼去，好吧？哎，来，先生，请请请，啊，不，进电梯的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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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嘞，别找了，找了你了。那这里地梯倒蛮稳的嘛。这当然了，阿拉个是硬件才是好得不得了哈。那先生，那当然呢，200/100室还是两房一厅，两只房间啊，二楼啊，200/100室，两只房间，一只17，一只18啊。厨房是6.8，卫生是7.8，一只厅是24.8，一只专科阳台13.8，还好种种鲜花。侬看，来了上头，侬看，阿拉上海美景啊，好吧。黄浦江，对吧？那这边是卢浦大桥，这边南浦大桥啊，这边个东方明珠啊，金茂大厦，可以讲上海美景尽收眼底啊！那个二楼顶好好吃，六层爬不上来，蚊子飞不上来。有啥么子？有啊，哎，堵了。不好意思，搿只蚊子哦，搿只蚊子大概刚刚电梯浪向带上来个，反正阿拉尽量注意，好吧？哎，我讲侬看热楼啦，风也大啦，空调不要装，好吧？买热楼嘞，好吧？现在热楼好了，热楼，当然热楼好了，买热楼。热楼比过哪能啦？啊，比过哎，蛮好，热楼比过这个哎，热楼几钿一个平方？热楼23,000一个平方，哎，你侬不是讲15,000块吗？哎呦，先生，我打牌了，15,000块，阿拉是几家？阿拉不同的城里，不同的价格了。廿楼23,000一个平方，要去8,000块一个平方米。这个要嘞，要我寻又是低楼。先生，侬这个人哪能噶有经济头脑了？其实还是低楼好了。啊，低
楼好哎，对不啦？立楼不灵啊，低楼好。不是啊，侬刚听侬讲，低楼这个，我包金包车便当，人家包金包车便当哎。住了辰光长是要比陈金明哎。陈金明，先生上陈金明撇手人上哎，像侬个种人啊，红光满面，紫气腾腾，对不啦？侬哪会上陈金明哩？再讲侬听我讲，阿拉防盗门一装，绝对安全。对吧？阿拉搿搭物业保安侪是第一流的。哦，我讲侬想，现在低楼啦，现在门子也没了，现在门子侪欢喜到楼浪向人家去白相。是伐？好吧，搿么买低楼，搿么廿楼不灵啊？廿楼不灵，廿楼啥好呢？廿楼老实讲，我搭侬讲廿楼啊，太阳直接晒下来哦，哎呀，搿热也热死了，搿热气吃不消，风嘛外加大。对吧？风从窗也不好开了，那就要风吹进来，一家门头头修修红，才像上酒烧头头一样。哎，廿楼上想呢，哎，电梯假使坏掉，侬跑上去吃力吧？假使开飞机，人打开从飞机从廿楼窗口头开进去，一家门通通回去了，吃不消，对不啦？廿楼不里，还是一楼？哎，买一楼了。哎，我闲话要讲出来。哎，奶奶，刚刚看见廿楼介好的风景了，哎，再叫我住了一楼了，我总归心里总归不平衡了，哎。先生，侬大概知识分子啊？哎呀，侬考虑问题交关周到，侬高瞻远瞩了，侬睡得高看得远了。买房子总归廿楼好，是呀，总归越高越好嘛，对不啦？哎，干嘛买廿楼了？廿楼好，哎，廿楼好哎。侬刚刚自家讲廿楼这个太阳晒下来，干么要三年最头哎？廿楼刚刚这个闲话我讲过啊。侬讲过啊？不嘛，哎呀，先生，侬只知己不知己耳。阿拉这个屋顶上向有的四只大的四箱，可以起到隔热的作用。侬个窗不好开个。风吹进来，一家人要比酒糟蜜的。更不要紧，阿拉横送高级百叶窗，可以自动调节风向。那么讲呢，这门子才欢喜乘电梯到廿楼去白相哎。哎，电梯更不要紧，阿拉一楼不那个电梯门口头贴张布告，此用门子不得入内。什么？哎，那大楼的门子才设置的。哎，更不要去管了。好，侬讲这个万一电梯坏掉，这个哪能走上去哪能吃得消呢？气傻了，电梯两只了，不可能侪坏掉的。哎，我讲两开飞机吧，一万不小心窗底下飞机开进来。先生，侬讲笑话了，现世间没发生过搿种事体，等侬当螃蟹，买廿楼好吧？买廿楼，廿楼好是好，哎，买不起，买几百平方，搿么买一楼了？啊，一楼总归不落位，搿么买廿楼？廿楼买不起，搿么先生侬啥意思？我没想了，哎，是么是廿楼？哎，顶好么稍微平一点，那么。先生，侬这个人真的老天，要不侬讲，侬心里价位多少？心里价位嘛，反正侬讲那这个基价一万五了。哎，我假使开口一万五嘛，好像开不大出口。要不侬讲几点？一万八，是吧？先生，侬个单盘，阿拉一万八，阿拉当头董事长签字也不可能一万八了，对不啦？哎，不可能，更买不起。对不起，先生，侬别跑，别跑，侬诚心买吗？我当然诚心买，我马上就到这里来。侬诚心买个？先生，今朝我等你交个朋友了。啊。真命买不动廿楼，一万八一个平方。是吗？哎，侬，这样人不要去对了。我买，就照顾侬朋友说，是吧？哎，好吧，一万，先付五万的定金。一句闲话，哎好。我啥辰光来办实施手术？那钥匙，那钥匙大概三年半以后。你过来买预防药，不是？阿拉现在买的是期望药。你刚刚根本侬不给我看这个年2001，这个啥意思了？不是，搿幢大楼阿拉临时借得来。那搞啥物事了？